咧就係、好酷嘅，但係呢個人有樣嘢最怕曱甴，但係蓋明輝剛好就唔怕曱甴，所以嗰場戲咧佢就唱一隻歌就叫做曱甴歌，就一路唱住噔噔噔噔噔，我打咁一路喺度表演佢啲身形功架咧，咁即係打完啲曱甴咧，就令到嗰個人咧就同佢做好朋友，咁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嘢咧。就是要賀歲才啱，因為啲曱甴嗰啲戲咧，即係從來冇人演過。咁你要賀歲笑住就可以得，咁你就一定要用一隻好好聽嘅歌，大家知嗰個去托住呢個打曱甴嘅歌。咁打曱甴就好粗鄙，咁我於是要查。而家我哋上網好打蟑螂落去，佢於是會有好多蟑螂嘅歷史嘅故事，或者蟑螂嘅呢個家族係點。咁然後我填嘅時候可能。就會填翻呢啲落去，令到隻歌唔會咁粗鄙，有少少中國文化嘅古雅。